吴桐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呀！我们球队好不容易打进决赛了，现在大家这么需要你，你就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吗？你出来呀！小松，你别太刺激他了。我怎么刺激他了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 吴桐，你给我出来！亏我以前的绝技很厉害，结果你就是个胆小鬼。你今天再不出来，我跟乙科就做你门口不走了。喂，我没有什么要做的吧？今天必须把他逼出来。吴桐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出来，以后朋友都没得做了。我跟他绝交吧，绝交！吴桐，给我出来！ 昨天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不要再搞我了，小松。吴桐，你觉得你妈妈现在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吗？她费尽心思隐瞒病情，不是让你自暴自弃的。现在的更多。